大家好啊，我是花童。今天花童带大家做一个最硬的房子。首先我们在这儿打一个地基，打完之后我们在这个里面放张床，然后在这里放两个熔炼炉，在这儿放几个储物柜，放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之后我们用这个地心基石把它围起来。那我们这个石块就放完了，就成一个房子的形状了。这是不是还差一个门呀？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再给它放个门，这样这个房子的教程就做完了。我们进去看一下，里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。那我们今天这个最硬房子的教学就做完了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学会的话就抓紧做起来吧。大家还想看花童做哪些视频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